真的大家伙出把力，如果有能力的、有条件的，时间可以的话，大家伙战友积极参加这个各个农场的线上活动，然后这个尽自己一份能力吧。我觉得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尊严，我们这一代，我们父辈，付出的代价，我说每一个人像我这个年龄段，父母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。我父母都走了，一辈子受共产党的这个气，受共产党的整肃，是吧？很小的时候，我家里被抄家，是吧？父母受了一辈子苦，我妈妈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跟我爸爸结婚以后，我妈妈也受了一辈子气。我爸一生中也是被共产党这个奴役，是吧？玩弄，也是很凄凉的，真的，一辈子被因为家庭跟我母亲结婚，家庭出身不好，受了一辈子这个牵连，都是满眼泪，不能说这个事情，很今天也是。所以郑飞没事，郑飞今天到这儿来就跟共产党一个完结，就肯定的，肯定的，跟共产党势不两立，肯定的。我妈妈今天也是一周年走了，我妈已经一年以前今天走了，